这个方案，要不要包硅胶？没有必要嘛。你不包硅胶是在哪里包？那些过道杆上面？对，灌骨上面包的硅胶嘛。就是人工包还是？因为外包它要加钱的嘛。好，这样吧。我问他嘛，我在群里问他，看他今天弄怎么样。如果说没问题，就不用包了嘛，对不对？反正这个方案可以嘛。嗯。你不说不要加孔的吗？不是还有哪里要加孔？那个等一下，我再详细看一下啊。我就看你那儿不是加了一个塑料轴吗？那个塑料轴的位置，那个可能还有什么要什么问题？它加什么油管？我看这个发的油管，他说的。知道了。那等一下这方案。我说我今天中午给你吃饭的时候，我说我下午换个锁子，我都忘了。嗯。你说你说一下吧，把清楚再出方案吧。对，是的。你不差这一会儿，不差这一会儿。嗯。好，听一下。哎，宝贝，你。打算行吗？我就害怕他现在这种地方出不来，就connect。慢点不是。那我意思就是，到我们统一交付产品加过之后，你就完了，过有啊，这个塑料桌，就是说这个不是我们做的结果吗？来，我开。太大了，没力了。小林，哎，挤不过来，挤不过来了。啊，这就是问题。对吧？所以它要越大，这就是。嗯。